我们仨是出去的，大哥，半个小时前，刚刚到了这乡下，算个穷英雄。停车！停车！ 我想怎么整你说？那你听到你哥说等公公哥说什么？大哥，看了吧，我回去了。走，先进屋。你不是说某人来吗？啊？你去哪了？你到时候念都半夜三点过。 王八羔子，终于抓到你了。